总不是要给我公婆吗？跟你换过啦、哦、我说我这边就随时在充电、啊、你说你给我用这个我压力比较大。为什么压力比较大？因为这没有任何照片，没有什么压力啦。而且那个根本就对，在外面。好，不然等一下再跟你换回来。他如果没电的时候换回来。干嘛不换？对，给你高货。现在时间1:17。哎呀！哎，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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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用它的重力甩啊，小，哎，小，哎，小。哟，哎，笑，哎，笑。哎，他们板子修敲好了。糟了，没有问过，是不是忘记这件事？要提醒一下吗？又摔倒。Thank you.
要用背，屁股坐，放放前面。哎，这样。不是，我要来调帽子。怎样？是头发，你要白的才是你的那个。我有看到白的啊。没有，你自己的左边再多拉一点来。我不是左边的人，我刚是右边的人。没关系，先都多拉一点嘛。好，那我眼镜放回去，还是有露出来一点。就不知道，刚一吹觉得很冷。哎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你看下面。好，很好。我发现我们帽子上的洞不知道为什么是开的。我哪里？正中间上下推，上是开，下是关。我看不出来。反正下是关就对。哪一边是下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有没有？那我现在呢？你是下。嗯。你现在额头露出来。额头还露出来？没有，那边是头发。没关系，有头发也还好啊。头发也算是保暖用。对。不会被风直接推。手套湿湿。我的手已经在发热了。我还没，我还很累，我手指都是冰。欸，你刚有洗手把手指？有，我去吹干。嗯。我就是发现它那机器是冷，然后就想，等一下我来吹一下手套。我是刚刚第一次用手帕把手擦干。我手帕掉了。所以真的掉了哈，刚刚已经都看过了。嗯。他就要离我，他想要留在北海道。不过他好像不知道哪里买的，好像幼稚园买的。嗯。不知道长期还是什么之类的 Kitty 的。我还有带别的条。没有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他想要，他是日本人，他想要留在北海道。嗯。只是这样子给人家雪场增加一个垃圾的感觉。他要等到雪化掉才看得到他。他是白的吧？白一面是白，一面是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能我一直摔倒，一直摔倒掉。他因为我是后来发现我的口袋没有，没有拿起来。对，还有他紧张了一下，哎，我有什么？钱包还你。嗯，来检查一下钱包，有这边也拉好了。嗯，高高教练欠我一张早餐券。哪一个？高高的那个。没有，大家都会拿早餐券来吃午餐。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很方便啊，又划算，对。其实咖喱饭才800块，很便宜哦。嗯，跟火锅比起来还是很便宜的东西。毕竟那是美食街。那今天晚上吃好了。你说晚上要我早上？你说要吃什么？晚上再吃生态，然后吃烤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样来得及吗？就是因为是。你是说做完事再回来吃的那一餐？对啊，就很悠闲的慢慢吃。哦，可以啊，做完事回来吃，你要吃什么都 OK。我要吃生态，然后烤的。你可以两人份吗？我本来就是吃两人份啊。哪有？哎，我刚好像又撞到头嘞，你再帮我看一下角度。这样。可以吗？我看。你往前平看。我刚刚就是平看啊。好吧，那要再敲一点。好。可以吗？嗯。露出来了。
刹车呢。还 OK 啦。啊？什么？然后就来。你第一个。太小，嗯，太好了，换你，是吧？
脚不要太近。嗯。脚不要太近，太近的话你会没有空间。嗯。没有，然后也没有空间做这个 edge。嗯。与肩同宽就好了。嗯。哦，宽一点点的概念。现在另外一只脚可以靠另外一只脚在平衡啊。不会，因为你靠上来之后，你这边想要下去，这里就被卡住了。嗯嗯嗯。它没有空间。对，所以你要转的幅度就变得你要用身体比较多。好，所以到挑战再宽一点，不要让它打进来。先走，嗯，我先走，换你先，好，嗯。要踩多一点，踩太少。你每次都喜欢急刹。那个上轮不能超过它，那你人要维持在这个上面。关键就是超过就超。对对对，还要脚转一点点。那你脚刹了，然后人就往前飞。想办法头朝上顶一下吧。而且你试试看，每次过弯的时候，弯，的外面肩膀放低一点。对，我刚刚在想，我忘记这件事了。对，然后所以你脚有点转不太过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用身体的离心力完全站太直，然后放下来脚才比较容易转。膝盖弯。多练多练。好冷。嗯哼。人少。直冲了，直冲了，直冲了。
等一下。你被吓一跳了啦！走走走走走，不要停，你直接冲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帮你看，没事，先不管。而且有没有撞坏啊？没事，完全一点事都没有。超上了，来，那既然你在我旁边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开机吧？对啊。他刚刚有 BB 叫，他现在 BB 叫的。你先走。哎呦，都是雪呀、啊！雪，对啊。是我跌到撞到雪吗？没事，再来一下。我撞到很痛哎、欸，不然我飞出去。好，走。有、欸，上面有一点血，你完全不要碰它。你把它弄掉啦。我没办法弄啦。你看它一直掉。太冰了，好，先不要动它，都不要动。你需要让水化进去吧。因为它冷冰冰的，就不会化。这人要把力气花在这里不好，好痛，两边膝盖那边上下窟窿我也差点不行。嗯，好了，冲冲冲，冲啊！绳子呢？等下坐缆车上再来弄。
对，那都碎碎的，你先不要动它，它就还是结冰状态。你的后面帽子还贴了一大堆，我都要等一下帮你弄。沾了一点血，它太冰了，它受不了。你要现在摸。它在我摔倒前就。哦，屁。对，好了，还是换回来吧。我看它也超爆了。我跟你交换。对，它没电了是。有可能，因为太冷的话，它就提早不行。对啊，所以边冲边录有个好处，就是一边冲它一边发热啊。你说我的帽子要洗、啊？现在就是。那你要用手套帮我拨掉啊。对啊。那没关系啦，哦。你说这个沾到？还是谁啊？没差。有本事我要拿这台。不要害怕啊！我靠腰哎、欸，给你卫生纸，你不要用手。没有。这个没差啊。来。交换了，没关系，那个绑在帽子上。哦。Don't care。好了，就靠它了。啊，接着是你的。卫生纸要不要？先把那个电充回去。只要任何冷的东西就好了。把它闪掉啦。要装什么？它是固体。不要用热热的东西让它变液体。没有味道，没有温度。好，等等，接着是你的头盖这里。我可是很惨哎，咚一个，好痛痛的，好硬哦。来，你身体往右半边侧一点。哦，好，先侧回去，帽子。帽子还有，再撤回来。很好。你往你的左边看，不是，一样撤我这边，往你的左边看，转头而已，看那边，看太阳。你没有觉得后面冰冰的哈？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先抓住。不要用手擦，好了，冰冰的，我现在要赶快取暖一下。先把那电插回去，放上去。好了，擦一擦。对啊，你手才能看出来。线在这里，抓出来。你选裤有在洗吗？啊？你选没有啊？真的没有洗啊？对啊。我也就没有洗，但是上次好黑哦。应该是去清景泽滑的嘛，清景泽滑的时候。都是雪，人造雪或者土啊，然后就很擦。那你用布擦，用湿布擦一擦就好了。这个不要洗嘛，对不对？用湿布擦一擦，然后晾干，晾起来，通风。快机看一下。我们这季都会买490、390的雪裤。新的。啊？新的。对。就那种做外销的。没什么事啊。那刚做不行啊。没关系，那我现在录吧，录。正官，很好，趁这个时候弄这种事最适合的。没办法。对啊，现在时间是1:47，把它放回去。我会知道了，就咻的给它跑下去了。我又救没了。对啊，救不到掉海去了。捡不到在篮子外。OK， 就等一下再来矫正方向。好，我往前看。你很斜，看起来很斜，往后往前。看起来还好啦。正前方吗？算是，正前方下一点点。现在已经是正前方下一点点。应该是一点点。好，那刚刚好。来5度吧。OK 了。那我嘞？你回头看正前方。我刚刚一摔倒，应该有撞到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可以。没有啦，那头上不太会撞到。好了，一切都很好。小弟，你都要负责安抚他的那个肩膀，然
好像没什么啊。不过那边上下窟窿真的吓会吓人，我也觉得我要倒了。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屁股就坐下去，我往前顶比较好，那就终于撑过去，但是被吓得要命。是 snowboard 的，但是也是在那边扭腰啊，然后转啊转啊转啊，然后着陆看着的好。